出发，出发，算好，没关系，出发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逛呢，人一发就中了。哎，这是哈姆对吧 ？Hello， 第一趟就遇到人气角色，会社，嗨。这是玩具熊吗？哎，不是，阿青，他的脸好像吃到酸梅一样啊！嗨，你好，他的背影跟玩具熊也太像了吧？如果查查碗呢，应该是不会有查查碗啊，而且有查查碗就是先放走他，再等下次了。阿德。普通系的，嗨，艾德好。嗨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阿四出现了，他不是在我露营地吗？石奈鲁。欸，我很感谢这只猩猩，它是自恋系的。我说我会很感谢它，是因为我刚玩的时候，然后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岛上的第六个岛民就是他哦。然后呢，我每次去他的岛上，他都会教我一些我从来没有拿过的 DIY， 都是他教我的，所以我很感谢这只猩猩哦。嗨。他脸上那是青春痘啊，鲁尔曼，哎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遇到喽。嗨，他叫什么去了？我要先想一下，他叫默默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默默，原来是碟子。哎，你的衣服跟牛奶糖是不是同一套啊？哎，青德不是皮蛋，我记错了。这时间出岛都会有蚊子。麦克，嗨，嗨，哈，查克真的好可爱哦！天哪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圣诞节的时候应该把他邀来我岛上玩一下？嗨，哎啊！嗨，奥利，你好久不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奥利是我岛上的第一只成熟系哦。哦，这没关系，我朋友有奥利的卡，所以我想把奥利接回来，我跟他借个卡就可以哦。风切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烦恼的事情发生了啊！啊！风杰不是没有在我的目标里面，应该说有，可是我希望是在 R2、R3 之后。你为什么先出现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喜欢风杰，我喜欢风杰，可是我现在比较想要先凑战队，可是风杰我会很纠结。我会很纠结啊！嗯，我连跟他讲话的勇气都没有，感觉一讲我就会舍不得。哎呀，讲一下话好了。啊！悠闲系，可爱，好可爱。好，我觉得我要狠心一点，不行，我今天就是要 R2 R3 哦。风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下一次见，下一次见，下一次见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。
赶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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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然我会后悔。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好，我们当作刚才没有那一段了、喔，刚才那一段没有，那只是意外哦、喔。好，好，我们继续刷阿二阿三。敖志明，他是两斤眉毛哎、欸，绿色的无尾熊，袋鼠西维亚，大姐系的袋鼠哦，摔跤哎、欸，安蒂斯，啊，卡拉卡拉，哎、欸，他是成熟系的、欸。他戴那个摔角面具，我以为他是那种成熟系，不是不是，我以为他是那个暴躁系的。嗨，嘟嘟，居然是元气系的，有美啊！他是穿山甲，罗宾。他的眼白好多、哦，应该说他眼睛的颜色好像跟一般会涂会上色的那个是颠倒的，就是黑色变白色，白色变黑色。罗宾，转转江，柴姐，好可爱哦。周之祥，为什么你的名字这么台？他是麻雀吗？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，他好可爱哦、喔，是长得很好笑的猴子梦琪。梦梦，他涂那个口红，然后配上纸，还有那个眼镜哦、喔。完全就是一个，因为他成熟系的嘛，就感觉像是住在附近的阿姨啊、喔。这只猴子长得太有特色了，社区主委是真的蛮像的，就是可能偶尔会端一碗汤，然后来问你要不要喝的那种友善的邻居哦、喔。你看又章鱼了，哎、欸，我松鼠还没遇到。对不对？我今天还没遇到半只松鼠，所以阿二有机会。哎呀，松鼠来啦！不是阿二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敏。哇、啊，不是阿二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松鼠的几率大大下降。然后我们只要把那个目标放在阿三身上了。壮壮。啊。章鱼出来三次啦，松鼠才出来一次，你们章鱼已经出来三次啦。你叫什么雅琳吗？是刚才大家讲的那一位吗？还真的、欸，吓死我了，绿绿的，我还以为是阿三，你不要吓人好不好？恐再来，第一只狼。这是漂流吗？不是春卷，漂流好像颜色比较深一点。春卷，安古斯，他跟刚才那只摔跤的鸟好配哦。哎，哎呀，毛乐石。啊，大象不是阿三，是巨巨，巨巨也很可爱，但我有点绝望哦，因为不是阿三。哎呀，你能不能穿一下那个绿色的战服啊？你戴一下那个帽子，你也蛮像的啊。啊，怎么又是你？嗨，嗨。社区主委，嗨，哎，我换衣服是不是重置了？输了，不是啦，哎、欸，我上次算不是今天遇到的，
但我们上次才见过面，不是吗？糟糕了，我开始一直遇到重复的人。啪沙啪沙，豆沙。熊大叔，那名字就直接叫熊大叔。啊，花寿司！啊，啊，我的原始，我的初始居民，花寿司，好可爱。花寿司都会说他的那个发型是为了跑步。为了跑步，然后让了什么空气什么什么什么阻力，减少空气阻力流的、哦、啊，可爱可爱。嗨，老鹰是不是也第三只啊？浩克，这是元气系的螺旋儿。毛孩儿，洗衣店。嗨，不要这样子嘛！哎，哎，我开始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关一下游戏，然后 reset 一下，不然都是一样的人呢、欸。不是吧，我们今天也是第二次见面了吧。欸，我觉得我等一下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重开机，我要重开机，这一定有问题哦，这一定有问题哦。欧式好。欸，河马的名字怎么都这么台潘奇。欸，我觉得这些名字的人全部都叫到岛上来就会很台湾的、欸、潘奇龙。我连续遇到一堆台湾籍的动物啊，罗迪欧、木木、欸，他居然是成熟系的，我以为是运动型的。西维亚，哦，好可爱！啊，我要绝望了！第二只大象也不是阿三。嗨，哎，这只大大，你的牙齿怎么了？他牙齿就直接维持那样子。你不能因为我没有记起你的名字，你就一直出来嘛。好，卢尔曼，我现在记起你了。等一下，请你自重一下。小刚你好，梦梦。居然是悠闲系的，他长得好运动哦。离开了吗？晚安晚安。我真的有些直播太久了。他也是豹纹的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可爱。我一直以为他是白老虎，原来他是豹纹的。杜美你好。我今天是不是要把普通系岛民全部遇过一遍了？我今天要把普通系角色全部遇一次。哎呀，小仓，哇，鸡都遇到两次了，松鼠还是只有一次。淘米菇，淘米菇，怎么念起来很像台语？米菇。
害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！你这个配色，你这配色是存心出来要吓我的，对吧？为什么是绿色加白色？嗨，李晨，你干嘛 cos 阿三呢、啊？好，好，这只鸟其实也蛮可爱的。今天袋鼠也遇到不少次哎、欸，今天袋鼠也遇到四次了，大象两次，松鼠一次，河马也出来很多次啦，为什么都没有松鼠？舒木狼，啊！天哪，我以为他是自恋系的，他居然是运动系的。Hello。哈奇，哇，也是悠闲的候补。不要这样子，我们今天第三次见面了哦。Hello， 社区主委。Hello。你让我爬三层楼上来见你，到底是怎样？哎呦，阿田，我今天犀牛也遇到好多次了，奇怪，松鼠呢？为什么一只松鼠也没有？哎，你看，普通系的，又是普通系的。阿祖跟我同天生日的犀牛，因为他的衣服他跟阿姨穿同一件、哦、所以我也很喜欢他、欸、可是我不知道他后面，你转过去，他后面是一片叶子，好可爱哦、欸、我还没跟他讲完。嗨，真巧呢，我们真巧遇了两次呢。袋鼠率怎么那么高啊？曹科，哎、欸，河马今天也遇到很多次。丸子，又是普通系的。大象，第三只大象不是阿三，艾乐芬。鲁鲁，他好坏哦，直接叫人家鲁鲁。好吧，回去还被呛。遇到大象不是阿三，然后还要被呛鲁鲁。哎、啊欸，不是吧？你不是才刚出来过？而且你们袋鼠是怎样？你们？我崩溃，我100张里面到底有几只袋鼠？松鼠只有一只，然后袋鼠应该至少有6、7只吧。罗宋，松鼠来了，可是不是？嗨，娜塔莉，好，第二只松鼠。第二只松鼠，我希望松鼠可以跟刚才的袋鼠一样，加油好吗？松鼠加油好吗？嗨嗨，我们今天也第二次见面了吧？又是普通系的，唉。自恋系的文青。那企鹅，每只都好可爱哦！啊啊啊！哎啊！哎、欸，你们是怎样？
留言一面倒叫我收哎、欸，是怎样？峰姐，你们都没这么热烈。哎呀！哎呀！可是峰姐，我都放弃，我现在收茶茶碗，我对得起峰姐吗？因为茶茶碗的表情真的是很逗趣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我收他的话，我会对不起峰姐。我为了峰姐，我不收他，可是我跟他讲个话就好。好，我虽然是很想要查查完，赶快赶快赶快，我们赶快离开，你赶快飞机，赶快开走，赶快开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按错了，赶快开走，赶快开走，我想回去。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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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为了风姐，风姐我都没收了，我怎么可以先收查查完？哎，古风的粗眉毛很可爱。啊，这只也好可爱哦。我们今天也是第二次见面了吧？嗨，老鹰先生。黄师，我们今天也是第二次遇到咯。第四只鸡。袋鼠。啊。千惠，哎呀，又是普通系的果果，嗨，哎，我们才刚遇到吧，我们才刚遇到吧，嘿，嘿。啊，雪儿，思颖，我怎么一直记不起来无畏熊的名字？哎，这只好可爱哦，紫色的。有，明明有见过面，我们刚刚才见过。耶、yeah, ，我记起他了，今天也是第二次遇到他了。杨明，他也是海苔眉毛的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，哎，我遇到你三次了 ，Hello，Hello， 月饼馅豆沙。我们今天遇到他三次了，啊，好可爱哦！我如果今天我是鹅肉面的话，我就帮他凑齐企鹅岛了。嗨！今天第四次，第四次。梦琪第四次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行，我现在看到梦琪就想笑了。他今天一直出来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猴子居民应该，猴子居民有那么少，只会出他一只吗？不是，还有什么学历？四月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为什么只出他一个？然后七七啊，七这些猴子都没出现过，名额全被他占走。哎，蓝色的蓝色的，大象，第四只大象不是阿三。
法兰克。嗨，史奈鲁。贵妃，这也是第一次遇到渣渣嘛。我们今天也是第二次见面了。啊！好了，我那个，不然这样子，不然这样子，不然这样子，那个，因为我看今天就是一直遇到那些重复的角色嘛，所以我看今天可能刷不到 R2 或者是 R3 了。那叉叉完呢？我先接回去我岛上大概一个月，好不好？我先跟他好好玩一下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可能就是开放抽奖给现在正在看的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们说好不好？我先让他在我岛上待一段时间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收战队的。那什么时候收呢？就等我岛上其他人要走的时候，我再来收吧。因为今天真的是就是一直重复嘛。那叉叉我就先接回去了，那之后我就开放抽奖咯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哎呦，而且今天很晚了啦，就是对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先收进来啦。哇，感谢突然有两位抖内哦，感谢何小绿，还有感谢杜姐，你的 ID 我不会念 NIRMORMOR， 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的抖内。说得好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没有照剧本走，完全没有照我的剧本走，到底是怎样？好，我们确定一下，查查完的新居建设预定地。好啦，查查完穿 R 衣服，冯姐穿 R3 衣服，好像也可以哦。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大家陪我看这么久。哦。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直播见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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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